海王是云林艺人，这文客家乡亲体育的名宿，因为新富民海一部不前戏的海跟北风彩落太热，河坝水都会平河平康，总头都会不太水哦。里面村民在河坝时安内沙光洞都没过淹水的，拜沙光洞还过自海王的传统都上修的一百年。不过新富民海也多年来受到西洋村的污染，为超度富有生态，村民特别提及海王的时节，并省内一万五千条的岩神种石鱼的，而侵占新富民海的清腔和丰富的生态。上方一年差不多种开路落叶，每个年树上宽嫩长嫩高枝的竹篮，是新富民海的北方奇葩。拜启王，这今仔日啊去启王，以为啊有看日啦，安尼拜启王。啊，为什么要拜启王？啊，这个做半下做好啊，都拜叫拜启王啦，感谢伊安尼。古早教会只都记那啦。啊，所以你嘛，唔同土内拢只拜，古早二流团的就对了。见到拜海王的日子，云林艺人乡陈康沙起的台湾客家乡亲，就会准备用品来祭拜感谢海王。跟小时候哈，就阿公阿妈的那个时代哈，他都会在过年过节时候会用扁担跳着行礼了哈，来这里拜拜啊，烧金烧香拜拜啊。在这堤防任何一个地方，不是堤防，那是堤土堤西边啊，那种地方拜拜。今仔日穿啊，什么物件呢？无啦，就是果子啊，那简单那拜拜呢。偏水果啦，啊，金日头饼啦，生意啦。拜海王的传统已经有114年，由高二轮乡轮背乡对马寮乡出海的新富民海，不过目前气候前在风采落太热，水路就会改变，使至到附近的总头不太水，村民为到祈求平安，请来替历史指示，替河坝顺实实感动。韩国替当年的邱乐清一班屯年三十拜海王，从此就唔会再过不太水的。你不做太水。啊，做大飞，佮做个骑是摸也波线，摸线，啊摸线就是不个飞得行，是摸古天，摸古天，你咪大飞下来，南风，安尼直接过了，啊过就是不日日样讲，安对安撞的是一种的危险性，所以啊别是安撞啊跳远，就很远都来查这个手感小沙感动，啊你啊沙一个，毕竟我唔知大概一大概一个一百万人就话啦。我来按了后做那个材料，按做个精品哦。为什么会在这地方热的地方拜拜？因为石敢当在这北岸的地方，那茅草丛生，交通不便，没办法进去拜，所以在热的地方拜拜。等到去年我们地方完成，我们居民认为需要把石敢当放在比较方便地方供人家朝拜，所以移到对地方路边啊。每个人南仑乡面向新富民海，过虔诚的行上拜礼，向海王祈求平安，风调雨顺。就往卡因的吼，行到门口咧拜了客王吼，代表讲，我因往来感谢了客，认为就新富民客呢吼，我因做事种菜了四天呢，啊插旱丝种菜条呢，拢太丰收，你介蔬菜咪变做太慢的吼，因个青菜，因个米。因因呢，蔬菜吼变作从台湾啊生产一定多的蔬菜，掉头因因拢是一条起的肥吼，啊一条起的肥，啊真努力，啊真感谢，啊所以嘛，拢落个拜起来起旺啊，因为莫做太肥啊啦，但是一拜起旺一个文化发通呢，款款我来安拜吼，代表个因因因做因吼，哦饮水思源。过去因了得拜拜，啊差不多就是摸，啊你们因为因三火钱。就出个耳面，耳面因为这个面筋唔做魔鬼，那都流那个流上那流下台几年，所以对了几年，佮就向太落来，那个佮就推推
推行就错了。海王系招文客特别的信仰仪式，去年起始南越招文客家文化节内地活动当中，今年韩国由对付米、日轮、轮背三个素材，来一功夫、三火、日轮来飞，东京屯轮背国小466个学生的向下参加。今年内面上台表演招文客家有名的开口诗、武术打拳头，展现招文客家文化。除了表演发通之外，新人内面用接力的方式，蜂拥15000只的新鱼诶。多少鱼诶？我看到。一、二、三，来慢慢到。将近500个学生诶组成的队伍，由300公尺安长、全轮一通又一通的新鱼诶，一直到河坝。象征文化屯神庙的传承之外，韩国带领新人诶认识家乡环境，了解河坝生态。为什么要放鱼吗？半溪里的王，不干净。为什么会不干净？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水看起来浊浊的，还有很多石头。那你们觉得那个鱼要放下去会不会活？大部分会活一些。那个那新丰梅溪飞，那因上看因个骨头真强力啦，啊真强力，啊挂一个溶氧量啊达到2以上，吼啊就五层表面蛙。那五表面我代表代表了肺强力的啦，好，啊，我希望讲，将康人都负担一个责任，对新闻客一条客客肺，甲孤独好生强力。总计流经11乡镇，400公里，太慢了。50年前，新富米海岛由千多位鱼的虾工生活，鱼工业屯熊猛业的污浊水长期排到河坝岛，改变了生态环境。鱼的虾工如是强的，沙崎居民希望透过拜海王，韩国表示鱼的发通，表态对生态环境的关心屯尊重，重建他家瓦江河坝环境的情感，深归新富米海本地强烈的用的。